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蓝色巨人，我是绿风魔，今天要来玩 Modder，然后是跟燕翔还有宁乐一起玩，虽然都没有抽到什么好东西，不过希望大家还是可以继续看，那就先这样啦。棒，刚刚好。你知道吗？我刚才玩，我侦探几率13%我刚才在玩巨兽嘛，结果不知道为什么。我现在突然一直超想按 Shift 加速的，哎呦！哎，我侦探呢，帅！啊，帅！我在挂机耶！我刚说，那个是我剪算了，还不要打广告了。啊！为什么总觉得我离凶手好近哦？嗨！嗯，我怎么觉得呢？狂死跟着走。哎呦，不是那个声音，我看到他了，我看到他了。谁？谁？哪一个？没射到。谁？谁啊？我去救你。那个，等一下，林乐要爆了，林乐要爆了。那个 T A N 的。啊？T A N 的那一个。林乐爆了，对不对？啊？我爆了。那个 T A N 的。所以是他吗？如果我杀错人的话，你就死定了。好啊。哎、欸，你又被杀掉了、欸，我在林乐的身上乱窜。快点！你认真不玩？丁丁，既然已经知道凶手是谁，要射他。嗯，他在二楼吗？一个红色衣服。我在二楼没有看到他。啊，他在楼下哦。是哦。对。哪里？我没看到。我才不跟你讲嘞，我只跟你讲他在楼下呢。只能讲在他接近的时候。烂炮兵，你要死、啊！他是杀手，他是杀手，看到杀手后，不要管，不要管，看我是烂炮兵，烂炮兵！哦，别说自己烂炮兵吗？哎、欸，帮我上个成龙的字幕，帮我上个成龙的字幕。为什么要上成龙的字幕？那个成龙的、啊，那个好不好？帮我上一下，帮我上。现在你还活着吗？你还活着？哇，剩两个嘞。我剩两个嘞，他就在楼下了。没关系，直接杀了他。两个绿风魔。他在楼下。他在守着那个弓。你现在从楼梯走下去的话，在左，我看看哦。在左转，在右，在左转，在右转，在那个。在下这边下楼、啊、下楼往那个。我现在身上我还没有一发箭矢啊，我没办法射他。等一下，你直接从那个这边跳下去，我看看他在不在，他不在，从这边跳下去，从这边跳下去，从这边跳下去，对，然后过来，这里面就会看到弓了，这边就会看到弓了，对，这边，他出来了，快点捡，哪里，他出来了，他在你后面，你跟他总人见面，啊，欸、白痴哦、喔，你不是说后面吗？我跟你讲，在你后面，我这边跟你讲说，跟你转弯。跟你转弯见面。我想说后面是我这一条过来的后面，你跟我讲说后面。我就跟你讲说跟你转弯见面的吼。烂透了哎、欸、你。烂透了。跟我跟你转弯见面。你的位置你报位置的技术还真的是烂的可以。是可悲的可以啊。哦这局你就把我好好一个攻，我射了四发箭，没有一发射到他的。嗯。技术问题。烂炮兵，烂炮兵啊！完美的烂了、啊，一整个烂死了。当绿风魔是杀手，他不会跟别人讲。你有听过当吗？当然后你知道这地图，这地图有很好的躲藏地点，真的有很多。哎、欸，我看到圣子哎，我看到圣子哎。有啊，圣子他穿着粉红娘炮靴。他在哪里？他在哪里？是啥？Stop it! Get some help. 哎，那个，你后面，林哥，你后面，白痴。哦，耶！哦，我以为你死了，可恶！我以为宁乐要挂点了，结果在那最后0.1秒之间，我看到了史上最精彩的反杀。他竟然没杀任何一个人呢、欸，厉害！真是太可悲了！我刚刚看到了史上最新精彩的反杀，为他默哀，0.001秒之间，为他默哀一分钟。因为每次玩杀手，我都在0.11秒之间呢被杀。过来，我只剩一秒，好，过来啊！啊！救我！玉峰魔救我！
你要我救你吗？吓死你这宝宝！救我！救我！他是变态。你要被强音哎，这段要这段先消掉好不好？你要被有人在性骚扰。哎，这段要这段要消掉。好像好像真的是。你可以把我那句消掉就好了。不行，不可以。你帮他打上倒车那个逼的那个声音。哎，死了，死了，死了。就是那个。哎哎哎，草裙娘，草裙娘，草裙娘。谁？我会被公干啊！那个 YouTube， 我刚才说错。蓝色草裙，蓝色草裙在我后面。它就是一样的嘛。看，我看到灰灰灰，好好笑哦。好快哦 ，Game。蓝色草裙。在哪里？我连他死在哪里都不知道。你忘了、就是、你忘了他录影功能暂时了吗？对啊。嗯，不知道为什么在开始之前就粘了。这一局我会。那剩两这一局我会很厉害的。我不想被公干。然后我看到尸体了，就在楼下。某人就让想让我。我会很厉害的自摔。我看到我让你一个很厉害的打死你。杀手在下面哦，杀手在下面。嗯，那我要死。那你怎么还没死？我死了。你乌鸦嘴呢？是一个熊猫啦。对啊。耶、yeah ！我看到了。哎、欸，如果我们三个没有当杀手的话、欸，是不能说的哦。那如果当杀手也不能讲。赢了。然后得说自己是平民，当警察就可以讲。我有没有想说躲在角落上？全部都可以啊，你也可以说我是杀手啊，反正管他。可以啦，这样就有了，这样就有另外一种乐趣了，你懂的。嗯，那我说我是燕翔，不能伪造身份，不能伪造身份哦。燕翔是杀手嘞。啊？燕翔是杀手，燕翔是杀手。燕翔是杀手。你假如看到拜托，我10%显示，我10%显示是杀手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我这一局杀手了，有没有哈？这个我之前有看过。那个 MMMMMAND 呀、啊，那个。我告诉你、啊。欸、这之前我没有看过吗？这个之前。命。厉害。哎、欸，你看，你过来，这边。哪里？就是在这边的转弯道，你看这边多了一个东西。哪里？这边。哎、欸，绿风魔这边，这边多了、這個。哪里呀、啊？哪里？那個啊、你说这边是哪一个这边？那个一直都有啦，白痴哦、喔。啊！可是我都没在看。哪里啦？哪里啦？那个四级。哪里啦？四级哦，哪一个转角哪里？那是四级的夜市。哪里？你觉得嘞？是乐园。转角什么？然后哪里？靠你的思想去探索。靠你的脑袋啊！靠你的身体呀、啊！去满足他人。What？这边有虐待啊！叶翔 想要抢先御风魔吗 ？No God！ 哇，你们没听？你这家伙要想没听过这段要消音啊！居然消音也没用，没用。哎呦，杰夫哎，这杀手杰夫的 skin 哎。然后接着，啊！吓到！来，飓风魔尖叫一声，叫一声、欸、啊！啊！七八个，我会被人急啦！请到巴哈姆身上留言就好。我有啊，我有打啊，只是你知道如果这样说的话会怎样吗？这样说我这边会啊？会被燕翔打？我没有拖啊。我看到一个头发跟你很像的，然后我就死了。这不是那个蘑菇头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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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黑衣服的、啊。那就是你、啊、看到了，你脱外套了，你还说不是？不是，那不是我，那是我弟。白痴、喔，那不是你啊？那是我弟呀、啊。好啦。哎呀，哎、欸，你看我，你哪里看得到我弟？我不是回来了吗？承认吧，你没有妹妹。你快点把你的你快点把你的外套穿上好不好？哎，我看到了非常非常霸气的。怎样？你要不要转头看一下你后面？哎呀！妈
哎、欸，这样还不死哎、欸？好，这样他要爆了。等等，哎、欸，这个凶手真的超烂哎、欸，被他杀掉也是一种侮辱。我被他杀掉也是一种侮辱。有没有我刚才那边尖叫。你知道他一从上来二楼的时候，他就一直跟在你后面吗？是哦，哎呦，哎呦。而且没被他杀掉，这是我命大还是他是烂死了？他不但不射飞刀，还一直追着你。啊啊！好，我不想闹。我在想说，我在想说，等一下换个 skin 要不要？谁的？哎、欸，有人跳 game 哎？谁的麦一直有声音啊？你的麦啊，燕翔。我。你的。电影的声音吗？不，应该是。我是哦，那这样我分手。那个声音，燕翔是变态，他要强奸绿风魔。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？ 好，现在有吗？还是有一点。哎、欸，赢了。赢了、欸。赢了，好快哦。黑色衣服的，还换那边换药水，拿刀换药水错误了。好了，应该可以了吧？应该吧。好了，我看就这边卡在这游戏中。我刚刚自己摔下去，我当时杀手几率9%。我杀的几率是100%，今天94%。嗯，6%。这边要打很低呢。你算这种东西还要那么久？我也是服了。他算数学还要很那么久，我也是服了，我也是服了。这个应该小学生，你别这样子，他才国中。我说实、欸，他还不到国中。欸、哇，这个我赢就会算很快、欸，我可以算很快啊。哎、欸，那100减94，我刚才听到你隔了4秒来回答我，整整4秒、欸，哎、啊，厉害哦。哦，我就给你一个哦。嗯。欸你四秒回答我很厉害哦，这有点厉害。那请问 x 减 y 等于多少 ？What the fuck？ x 看一下 ，x 减 y 啊，就括号 x 减 y 啊，就这么简单。请问我问你一个问题，燕翔加绿风魔等于性侵 ？What？ 你们不要再这样子乱掰了，好不好？哦，这个会被消音啊。虽然说绿风魔会很突然的不做消音就对了。你们给我谈数学，这数学。啊！绿风魔是杀手、啊啊！你好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绿风魔，原来你是杀手！绿风魔突然在我前面亮招、哦！既然都看到了，那就没办法啦！见识，小的长见识了！哎、欸，绿风魔在哪里？他会瞬移！哎、欸，我帮你捡到，你还杀我！帮你解功哎、欸，我多好啊 ！What the fuck？ 哎、欸，艳阳上，宇翔上线了！宇翔上线了。对，宇翔刚下线。哦，他应该是在那个吧？他应该他弟在玩。所以他上线了吗？有可能哦。看一下就知道了。哎，踢宇翔看看。哎，死了耶！哎、欸，我这局啦，这样还射得到？我都扭腰摆臀了哎、欸！我都把我的屁股扭的360度，你都看不到我的屁股了。这样还射得到？你知道360度其实是，好吧，其实360度等于转一圈，其实等于没碰到。你好像在练那个哦。啊？我跑。燕翔没杀到，可惜。提了点。啊？是吗？我到现在整整五局，到现在我只被杀掉过一次而已。已经被别人拿走了呢。哎、欸，杀手杰夫。因为每次都找不到啊。这、sure. ，我决定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可以暂停一下吗？我要换个 skin， 可以吗？不要再换，我换一个，你们会知道很好玩的 skin 就对了。你知道让我想到我昨天帮小天画 skin 就画的怎么样了吗？连到板全部都反过来的，这全部都反过来的，你没听错，全部都反过来。我知道他是谁，那个，哪一个？这个是你，那个叫什么 ？MICH 那个，
你看他可以站在这样椅子上啊！快点跑，快点跑！他拿刀啊！他拿刀追我，他拿刀追我。谁？他拿刀追我啊！我想要看。对啊，哎，蓝色巨人，他追我。我想要看。他拿刀追我。Stop it! Get some help. 没有啊！救命啊！你们在玩什么？我们在玩 Mother。啊！我死了！我要死了！要死了！不要！我不好吃。你在哪里啊？我都没看到。我还第一次被别人拿到攻击。来了，那个来了。哎、欸、，Hello， 我被 ban 了，所以我不能跟你们一起玩。为什么？他会挂被 ban 吗？不是，我不知道，他自己乱 ban。我莫名其妙，我玩到一半，我拿着稿子杀人，然后就玩到一半就，他就说30天后才能玩。可怜，可怜。等一下你要开玩宝可梦闯战，这不会。等一下你要开外挂。我就没有，你哪只耳朵听到我说我开？你拿稿子杀人是一个不对的事情。你拿稿子杀人？我玩普通模式啊，不然你想怎样？我箱子里面只有稿子哎、欸。我刚上去就有一堆人。你要我拿拳头打人吗？哦，岔气呀啦！一直在玩我听，我要听什么啦？这是杀手。我怎么知道？我也不知道。那要不要玩闯战宝可梦？要吗？不是我。要不要？不是。吓死！耶！就跟你说，跟你说那是……哎呀，我死了。为什么？被绿风我杀死了，绿风我是杀死了。关我屁事哦！就你啊！啊不，哎，对啊，绿风我杀手啦！对啊，你看这神预言有没有？有没有？然后绿风我走过去，绿风我有，就他了、欸。我只能玩那个、欸，剩半个小时。快点啊！然后你们都死了。林哥在哪里？这个叫做……我要来打你了。他在他你下，你从那个楼梯下来就对了。然后往左转，左转，左转啊！左转，左转。好，很快，很快，在前面，在前面。想误问我这个神射手。现在我们用慢动作来演习。首先，绿风魔冲过去，然后林乐这个时候他头转了过来，瞄准了他，他射得到吗？我扭腰摆臀，他射得到吗？他射到了，他射到了，他射到了。连两局杀手有，哎、欸，这局暂停，这局暂停，这局暂停哦。你死定了，林乐。这局暂停一下好不好？虽然刚才杀到你，我每次都没办法凑齐两个人的额度。就被骂杀到我，下次我绝对要把他冲完。好像你都杀不到。你看绿风我就杀手，有没有神准？有没有？我是我可是御用术，直接从我前面经过，然后呢，我想说，哎，我往上走，然后结果呢，然后呢，一秒钟呢就出现一堆打架声音，然后呢下面就一堆尸体。下面就进去玩啊啊啊！我掉了，绿风我走了。然后我就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这局先，先等一下，我先换个 skin 哦。嗯，也要换。Hello， 绿风魔是杀手，对不对？对。连续两场哎，超爽的。超不爽。对啊，你是 no 对，你是破纪录的连续三场。然后怎么样？我看一下绿风魔。然后真正完全赢一场的只有一次，悲哀的地方。每次都你有赢吗？每次都只剩下一两个的时候就被杀掉了。Basic 哎，绿风魔是变态。最后一场，脱衣等一下关我屁事哦！我就没脱衣服，你在？哦，你那个是，你根本就不用换皮肤，你直接把那个就好了、啊。还是你要穿外套就好了。上次那一张传给你，传在群组。白痴，有人跳下去了。杀手现身，哎！哦，我也想玩，只是我被 ban 了，好无聊。
有没有这 skin 有没有帅？有没有帅？你们为什么这么爱往下跳嘞？我不懂。绿风魔，你存在，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。你不是唱歌的料，我知道了。你绝对不是唱歌的料。我吗？你说谁？你。Q。那个燕翔一定不是，一定不是侦探或凶手，我很确定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一脸，他一脸，他一脸衰样。没看到我这一脸杀手样吗？一脸衰样。好消极耶，宝可梦可以开挂。可以开挂，这对我们来讲是史上最烂的消息。对。因为只。好吧，只有废物才会开挂。啊，我在帮你们终止外挂、欸。你可以帮我开挂吗？我看到凶手了。我知道谁啦，我们都知道。我昨天要去更新我的外挂，现在有新功能哦、喔。还是不要开外挂啦。我开了，拍谁？我昨天去更新。到时候先检举你。你检举啊？哎、欸，你弟昨天跟我玩很开心呢、欸。在此提醒大家，开挂是不好的行为。小吕是因为要去歼灭外挂，所以他才会开的。虽然我们有叫他尽量不要开，但他还是……是啊。我来看一下那个开了没？哎、欸，开了哎、欸、！Pokémon Monster 开了。那你们要玩吗？我可以陪你们一起玩。Pokémon Monster 已经开了。那要陪我玩吗？嗯，我现在在机里面玩，然后需要材质包。Monster 是什么？哦，对，不知道，我在看呢、啊。杀手，他就一直守在那个宫那边、欸，结果有人经过他还杀不到。是霸气的。我在玩，我在试着进入 Pokémon Monster 里面，因为我的。你以为你是蜘蛛人的那一个黑暗版哦？不是，这我是全黑版。好啦，那今天就实况到这边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订阅，也可以去找宁乐的频道。我是燕翔乐，不要嘞，宁乐的频道。不要嘞、啊，我会跟宇翔一起开一个新的那个实况啊。真的有哎、欸，真的有 Pokémon Monster 哎、欸。那就那小恩星星，请到我的粉丝团来见面喽。你先让我结尾玩嘛 ，OK， 拜托让我先结尾玩，白痴哦。不会，我会让你继续的。我也有影片，叫他去订阅我。那就到这边。不会，我不会订阅你，他。